是我觉得呢，看前面看起来已经非常漂亮了，是，可以不可以转过来后面三百六十度转一圈，来来往前走，哎，可以，当然可以，我愿意。可乐就跟在后面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我不知道转一圈啊。OK， 今天必须得问问 Carrie 这次的造型有没有什么特别的小心思？其实我刚已经把那个靴子换掉了。其实那个靴子是拿来拍照，所以你们有一点迟来了一点点。对，靴子才是画龙点睛之处啊。对，其实那个靴子是非常老的一双靴子。可是我自己觉得，如果要走红毯，我还是想走我自己的风格，所以我才把那个靴子换掉。那我们在哪里可以看到那个靴子的照片吗？还有社交媒体。对对对，可以。哇，非常的期待，这次真的是非常的亮眼，而且这个首饰要不要介绍一下下？这次是 Tiffany & Co 的，所以我的戒指、我的手环、我的项链、我的耳环都是 Tiffany & Co 的。现在后台认错人，你会啊？别说背影啊，你看到我是林志玲，哎，不是，应该认不会吧？OK， 如果说真的不小心认错人 ，OK， 可能男生嘛，因为我们背影，有人说我的背影哈，可能跟一些帅哥很像。对不起，认错了，我就会讲啊，就大方的承认，对不对？承认，对不起，sorry，我认错了。不需要躲躲藏藏的这样的啦。对对对。